哇，我的天哪，太扯了！哇，我终于亲眼目睹冰川了，我的天哪！这里是我们今天要住的家。前面就是湖啦，这是饭店的大厅，我们搬了18世纪的饭店。这个地方很像电影场景。嗨，有一只猫。嗨。Hello。Sorry， 对不起，我吓到你了，是我，对不起。喜欢被摸的猫，拜拜，没有，它不离开。我们现在要去领房，这是我们的 key， 8号码，这边，这是我们的家，要收留一晚。哎，他要跟我们回家啊！你要来哦，你要来跟我们回家是不是？欢迎光临。OK， 好，进去了哟。哇，刚还突然紧身，不好意思打扰了。哇，好香哦 ，Hinoki 的味道，整个都是 Hinoki 的味道。哇，光洒进来好棒哦。哇，有厨房之外。最扯的来了，我们出去看看这是什么。你看这个，这光洒进来，好美哦。等一下，它锁住了，猫咪跟进来了，它真的很喜欢我们。好了，我要出去了，各位观众。哇，我的天哪，太扯了，猫咪也来跟我们一起拍 room tour。请问你有什么感想 ？Hello， 嗨，请问你有什么感想？嗨嗨，就是要蹭人了。看这个阳台有多棒，哇，好赞哦！哇，这家好棒哦！这是今天我们入住的家，来到隔壁的家，隔壁的朋友们住的这个是没有厨房版本，哇！但是这个套房很棒哎，你看这个光洒进来，这里也还有胶囊咖啡，太赞了！坐在湖边的感觉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嘿，我们来到了超市，我刚刚选了一个草莓，这超市比较大一点，就是应该这附近最大的超市。我现在在挑选晚上要吃晚餐的食材。目前买了花椰菜跟洋葱。我们在挪威的时候，不对，我们现在还在挪威，是我们在 Oslo 的时候有买到这个凉面，超好吃，就是这个，超好吃的 cheese 口味的。挑战结账。全联服务中心，小姐需要草莓吗？你一共是160，这是挪威币。挪威币，那需要袋子吗？好啊，好。我觉得我们需要的是袋子不用有，要吧？对，袋子不用钱，确定吗？我们是后代怪客哦。哦，偏让女生偷东西。看，我还需要这只手机付钱呢。哦，对耶，不好意思。回家。好惊人啊！这是明信片上的风景哎。大家突然很安静哎。这个波光粼粼，你看，你看这个场面。说说这个车的边边让人腿软呢，太冷了，太冷，好冷，太冷，我们在用叫声取暖，好冷啊，救命！哇，可是这个美景真的太漂亮了。
我们的小狐狸今天在煮那个小狐狸家小狐狸啊，当然各位评评理，这是狐狸还是老虎，请问老虎一票，这是老虎，老白猫，虎狸，它是狐狸，它只是脸，狐狸的脸就是下面长上面窄啊，没有，狐狸的嘴巴是尖尖的，对啊，它 尖在这啊，它没有尖尖，因为它的狐狸就往前尖，所以看不出来，我觉得它是老虎，哎、欸，往前尖的，绿色青菜、啊，这个花椰菜怎么做的这么棒？嗯，好香哦。OK， 我要偷捏一个来吃。可以啊，那很烫，你小心。谢谢，欸、这个很烫哎、欸。这个哇，偷吃、欸嗯。好酷啊！哎、欸，有人这样吃很健康的，这是健康餐的调味。外面打开哦，很烫。哇，哎、欸，很成功啊！好厉害哦，漂亮哦，好会煮啊、哦。我们厨师的背影，好厉害啊！你的手法。哇，右手会按快门，也会翻肌肉哦。我们刚刚吃的花椰菜跟那个白菜都是甜的。他喝完了的水，然后装了那个自来水，水龙头自来水是甜的 ，amazing。哦，早安，各位观众，看一下外面的，哇，冰山头上的雪，然后这个天空上是粉红、粉蓝、粉橘。Hello， 中央山脉有没有冲到点娱乐效果？中央山脉没有雪 ，sorry。把这个打开吃了，然后发现哎、欸，这是果酱。吃了一口，发现它是米布丁。米布丁就是它是这样子的，很像布丁，但里面有饭，超好吃。有机会要来买。哇，居然有猫咪跑来床上睡。我们刚刚门打开的时候睡成这样子，哎、欸，看一个镜头，哎、欸。我好像小玉的爸爸，长辈哦。嗨，而且我发现他好大。对啊，好好，他在湖边这么爽，坐在这边好赞。我没有进入那个夜店的装置艺术，没有，其实有一点点像那个环球影城啊，当然会啊，恶作剧哎、欸。我们现在车子要直接开上船了，我们正在开当中，只好跟着前面男孩继续去睡。酷哦，下车了，现在在船上，船正在移动当中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风景哦。终于亲眼目睹冰川了，我的天哪！你看它就是在流的过程当中结冰了，这是 Discovery 里面才看得到的。没有东西吃。羊来了 ，Hello， 嗨。你觉得它会对我怎样吗？我会害羞啊啊！救命！救命！刚刚被咬了嘴角。只好超车。前面还有。哎、欸，他们在前面等呢、欸。好了，好了，你们很友善呢、欸，都会等。要搭缆车上去餐厅，哇，餐厅在那边，这么高的地方，搭缆车上去哦。你进来买了缆车票，
台币大概1500。Thank you. 哇，会腿软的两位，我好期待啊！有三个可以抓，我可以整个。好险它不是透明的，不然我真的会崩溃。我好想搭透明的哦。对啊，哈，为什么这么多包袱？宝宝，宝宝。什么享受根本就是一种折磨。脸色发青，我很好。有没有看到我音乐中？哇，你乐中？做这个结果怎么叫我晃啊？哦，终于可以吃热食了。刚先吃了螃蟹汤，超浓，我喜欢。虽然说很咸，但是很好吃。这是终于吃到鲑鱼了，来试试看。一定要把刀刀插成这样子吗？这个我阿妈会生气。真的。刚刚的餐吃了500多挪威币，要去搭缆车啦。现在雾气很重，已经冷到我刚刚按那个快门啊，没什么反应，因为我手太冰。然后我们的摄影师已经变成雕像，他不会动。哇！哇！哇！我们现在要来房间。哇，等一下，哇哇，但是各位观众，哇，天哪，哇啊，而且楼下也好漂亮哦，对，好香哦，对面的人家有壁虎，对啊，天哪，欸，你看那个云浆有2层，好美哦。哇，还有浴缸可以泡哎。我今天很像男生。我今天好像那个歌舞伎町的男生。只要我们有浴缸。我的旅伴们在 Burger 买这个巧克力。好像很厉害，然后一片是99块挪威币，就是乘3倍，是300块。晚一点来配酒吃，看我来等等，来瞧瞧到底有多好吃。对，我躺在这里看这个夕阳，这个光，那条线，哇，好棒哦，很像极光哎，虽然不是，但是我就先当作它是我。纬度国家的那一种云，闪闪薄薄的，然后有一条很明确的那个界限。啊，如何？这是什么感觉？我觉得这趟游来真的太棒了。真的，幸好我没有来这里。就是看这支影片的人，我劝你一定要来挪威。你看这里有多漂亮。Thank you.
大家看一下这后面的夕阳 ，OMG， 天哪！要去买酒，因为觉得那房间太赞了，不喝酒太可惜了。还有酒桌，开酒，再叠字打下去哦。这才2.5%，好赞，好适合我。前几天有人就私讯我说，想看我来出国带什么保养品。这个化妆棉，这好用到不行。化妆水，这是极光水，兰蔻极光水，那个 IPSA 的那个小绿瓶，搭配消水肿的黑绷带，就是因为我来这边脸会有点红，所以我就带了黑绷带的小罐的小黑瓶。雅诗兰黛的这个按摩眼睛的小棕眼，它那支钢铁就是可以消水肿、按眼睛。早上的时候，GA的霜，欧洲太干了，所以我擦这个才比较够润。然后我现在发现我讲话有点大舌头，是因为我已经戴牙套了，很抱歉。晚上我会多擦一个霜 ，La Prairie 的这个玉子酱的那个霜，皮肤太干的时候才会擦。然后我发现来这边擦完全刚好。海洋拉娜的护唇膏，这个之前推过，很好用。底妆先擦这个伊丽丝尔的这个防晒，这超好用。我们这团不知道多少人戴这一条，因为我现在的旅伴呢也用这一条，然后 Acer 也有戴 RMK 的这个很好用。Corey 推荐给我的，然后我用到现在。睫毛膏我还是一样用这个兰蔻，就大家都觉得不好用，只有我觉得好用的那个温水卸煮的黑天鹅眼影，是这个一样是 Fresco Laura Mercier 的那个 Fresco， 就是粉裸色，我很喜欢这种颜色，裸裸粉粉的。上面我会再加这个倩碧的这个腮红，我就把这个腮红也是擦在眼皮上。5号腮红是苏库的最快是，但是我没有每天擦腮红，需要的时候才擦。那个 Dior 的这个遮瑕膏很好用，我现在用0根，这个很好用。染眉膏，因为我现在金发哦，所以我一定要染眉膏。这个是这是应该魔镜的，对，因为它颜色最浅，所以我买它。唇膏的话，我都放在包包里，不过我有多带一支打底的，是拉卡的这个108。早安，我又全素颜了，我刚刚只戴了一些眼镜。刚吃一次发现，因为我刚刚录影只拍了照，所以这照片我先放在旁边好了。吃到一半，突然想起来，这个很好吃哎，这小可颂好好吃。刚刚一阵混乱的，非常快速的，在附近的那个 Select Shop 买了香氛，然后衣服啊，这边 Acne 实在是很便宜。刚刚结账我才知道，原来这里退税25%。然后这边的人呢，这里没有东方人。这城镇呢，人口不到2000人，所以他们看到我们都会一直盯着看，因为超怪，什么就是哪一个国家的人怎么长这样子？因为他们都很高，然后我们这个小小只的，然后又是东方脸孔。然后刚刚买的另外一家这个，因为也刚好有在 sale， 所以很划算。刚在挪威的这个机场退税，然后因为这边没什么人，然后刚就退了1165挪威币。我们要搭一个小飞机到 Oslo， 小小的小飞机。搭这个迷你小飞机。大家要看一下这个人有多高吗？你看 ，OMG， 很少看到比 Esther 还要高这么多的人。我们刚刚又要换第二台飞机了，回巴黎了。大家一直转机，一直转机，好累，每个人都累爆了。